大家好，我是张发祥，目前在国泰世华银行担任风控长。我是 Annie， 我目前服务于友达光电，担任永续长的职务。我是杨明翰，可以叫我 Hans 就好。我目前担任旭荣集团永续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女人迷的创办人张伟轩。我是绿藤的共同创办人怡文，也是绿藤的永续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明绿染的共同创办人 Tammy。大家好，我是 Impera Taipei 的共同创办人 Oliver。